可爱的镜头来看，高雄市有这位7岁的小男孩，他叫潘宏仁，从3岁就开始练舞。那么之后呢，他就不断在各种街舞比赛当中夺得第一。在舞台上呢，他展现了风采，即使是参加 cosplay 的这个比赛，他扮成女孩也得了第一。原本正在大鹏展翅的凤凰，随着音乐一变，立刻变身成摇滚巨星 Michael Jackson。不止模仿 Michael， 还在选秀节目中和另一个舞蹈神童凯蒂大跳 battle， 除了使出风车大绝招，更对着他撅屁股。而且他打算一个人把他跳完，不让凯蒂跳。只是 battle 还不够，戴上金色头发 cosplay 成小女生，跳舞照样技压全场。这么厉害的舞蹈神童就是他，潘宏仁，今年7岁，3岁就开始学舞，得过无数的大小奖杯，还赢过许多大哥哥大姐姐。不过他自己却很谦虚，打败很多大哥哥大姐姐哦。嗯，那些人都很厉害。有，那你更厉害？没有。那怎么会得第一名？运气。喜欢跳 Lucky 的潘宏仁常常在学校的活动中表演，而且还因为太会跳舞，让许多小女生爱慕他呢。有没有很多女生喜欢你？有。有啊。嗯。有女朋友吗？有。有很有。是啊，他是因为你很跳舞很帅，喜欢你吗？对。留着招牌卷卷头，潘宏仁的舞蹈就是儿童界的街舞代表。下次看到他又参加哪个街舞比赛，想得第一名可得加把劲。中天新闻梁家文、陈胜义、黄柏成高雄报道。